大中华新闻来看，中华县内有一对妈妈伫咧顾好家己的家庭以外，嘛真积极伫咧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。因过来组成一个爱心妈妈协进会，高接电的现场热烈滚滚。下任理事长潘丽芳是将应信交予新任的理事长白素英，伊表示会继续率领这对爱心妈妈从事社会公益活动。在广府社会处长的监督之下，中华县爱心妈妈协进会第十二届的理事长正式由白素英来接任。已经进入第十二届的中华县爱心妈妈协进会，成立的宗旨真简单，就是每一个姊妹仔伴在照顾好家己的家庭了后，把时间奉献给社会，这个从事社会公益工作。我们所有的妈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以后，我们发现到，其实社会上有很多是没有健康的家庭，我们希望我们行有余力，老无老以及人之老，幼无幼以及人之幼，尽我们的能力去照顾社会上没有接受到关爱的孩子，没有接受到照顾的老人家，我们尽我们的全力，这是我的信念。新任理事长强调，感谢过去这段时间每一位爱心妈妈的付出，妇女朋友爱顾家庭就已经足辛苦了。爱心妈妈协进会新的干部团队将会更加认真拍拼，继续带领这群爱心妈妈来做公益，回馈社会。大中华新闻，丁向中华采访报道。